原神是我们第一款开放世界动作 RPG 游戏，不仅面对主机、PC 和移动平台的玩家，更面向全世界的玩家。2012年，miHoYo在上海成立。16年9月，我们发布了手游《崩坏3》。17年和18年，我们向全世界玩家推出了这款游戏。今年初，我们还发布了 PC 版，并受到全球玩家的喜爱。但miHoYo做游戏的初衷就是要 out of imagination。所以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有一天有一款可以不受设备的限制，在不同平台都能玩到，自己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去自由探索更大、更美、更具异国风情和诗意的开放世界游戏，一定很有意思。要制作一款多平台的开放世界游戏，开发的复杂程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必须站在多平台的视野去思考游戏的制作，了解各个平台的优劣点，确保我们的游戏既能够在 PC、移动和主机平台都顺畅的运行，又能够发挥各个平台的硬件特性。比如在和美术团队一起开发图形功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制定一个全平台的综合解决方案，并且为每一个平台选择合适的技术实现。然后基于这个方案，各个平台再分别制作合适的美术制作规范，才能开始进行功能的实现和美术资源的制作。制作完成以后，我们还需要进行验收和检查，为此我们也开发了多平台的自动化检测工具。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经验不足，团队呢也比较年轻，而 PS4 作为一个为游戏开发量身打造的平台，它的硬件设计是非常巧妙的，再加上薄到几乎没有的驱动层，开发起来的自由度非常的高，这也就意味着要高效开发的难度就更高了，对开发者的要求也更高。 Feature 开发的功能完成仅仅是第一步，合理的利用 PS4 的硬件特性进行优化，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而幸运的是，我们的团队总是充满了热情和朝气，在 beta 测试期间收集到了各种问题，团队也鼓足了干劲在解决。但是在 PS4 的研发上，也允许我们在更多细节上精益求精，比如 PS4 出色的 GPU 让我们在图像技术上能尝试更多的运用和实现，去营造开放世界体验需要的沉浸感。我们尝试用多种技术来实现丰富的光影细节变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细节来忠实反映出原神里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原神的世界24小时，因此在光照上我们也采用了24小时的全动态光照方案，让相同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展示出不同的景致。游戏中的山石、建筑、人物都有动态投影，为了提升在阴影中场景的立体感，我们采用了多种技术来实现高质量的 ambient occlusion， 可以让人物和物件在阴影中也投射出柔和的自阴影，不会显得浮空。再加上 SMA 和 TAA 的混合抗锯齿技术，整个画面会更加细腻。同时，不同的天气条件也会改变光影，比如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我们会用不同浓度的体积物来丰富大世界地貌的表现。而体积物受到局部光的照明，会形成朦胧的光晕，并且扩散出去，提升场景的空间感。场景的物体还会因为遮挡了太阳光或者月光而产生漂亮的 God Ray 效果。除了时间、天气等自然因素，到了城市街头，各种人文因素也会进一步的增添光影的细节。比如我们能看到，人物角色和 NPC 在多种光源的照射下，能够投射出多条不同的影子。在对阴影技术提升以后，我们支持多盏有动态光影的 local light， 最多能达到近百盏。而 cluster diffuse lighting 的技术更加支持我们在视野中同时出现超过500盏灯，来勾勒出璃月海灯节独有的繁华绚丽。在历经整整三年，前后400多位成员共同的努力下，我们很高兴终于能在这个秋天让原神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通过原神，我们希望向玩家呈现一个宏大而微小的世界。目前我们开放了20到30平方公里的地图，里面分布各式各样的怪物、秘境、谜题和采集物，而这还只是提瓦特大陆7大主要城邦中的前2座。但是让宏大的开放世界变得迷人的，恰恰是细枝末节。我们也从细节处着手去营造世界的真实感，比如去模拟角色和 NPC 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蒙德城，独自玩耍的小孩在桥上喂鸽子，偷懒的骑士在城墙下打盹，
日暮时分，万家灯火逐次点亮，吟游诗人来到大教堂后的墓地，为女儿献上一支歌曲。这些平静而不平凡的生活，等待玩家去了解、发现，甚至改变。我们希望将《原神》打造为一个包容的、充满不同文化风情的美丽幻想国度。每一座城堡都拥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背景故事。玩家遇到第一座城蒙德，崇尚自由和骑士精神，城市场景设计也充满欧式风格元素。而璃月则是设计团队将中式美与原神世界契合，基于现实风景的浪漫幻想。我们结合了中国古典的苏式松竹园林、徽式水乡这些传统文化建筑元素，以及像黄龙这样的中国奇绝自然景观，甚至还有在东方古典和武侠文化中常出现的一种意象芦苇荡，让璃月城和它周围的景致兼具戏剧性与自然美，想给全世界的玩家传达一种东方幻想的气韵。为了让玩家能够更真实地感知原神的世界，我们还深化了原神的元素互动系统。我们还原了现实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和剑与魔法的幻想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我们希望玩家能够通过观察周遭环境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结合自身的能力，在探索战斗的过程中灵活运用，进而与同伴、与这个世界产生更多的共鸣。在战斗过程中切换不同的角色，让每个人物独特的元素技能加以配合，就可能创造出惊人的连锁反应。如果玩家选择跟朋友进行 co-op 模式的话，更能体验到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的战斗乐趣。原神和传统的主机游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一个长期运营的游戏，上线后我们还会继续增加更多好玩及精彩的内容，提供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多样的玩法及活动。同时在上线以后，我们也会继续的听取玩家的建议，对 PS 的版本进行改进，不断的优化和稳定游戏，进一步的提升在 PS4 上面的技术表现，为玩家带来更好的单机和联机体验。还有更多的功能也在开发中，比如与原神渲染风格更契合的 HDR 显示，以及在不久之后的版本中，我们还将在 PS4 上对角色的渲染进行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场景的画面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我们很自豪将很多的构想打包装进了原神里，原神将在9月28日登陆 PlayStation 4， 支持13种不同语言，目前预购已经开启，我们也为 PlayStation 4的玩家提供了独占内容和预购惊喜。在此我们诚挚地邀请玩家们作为旅行者来感受发现这个美丽的奇幻世界。